我真的超开心的，因为 Oliver 刚刚在后台一直说很紧张，今天人会很少。那个希望大家可以好好，就是如果你今天看觉得不错，然后明天还有一天嘛，所以就是找朋友一起来看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，然后谢谢 Oliver， 谢谢 Anita， 谢谢柯，还有那个 Terry 老爸，对，还有感谢那个黑石音乐，真的非常棒。好，继续。